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广告放在全球最大的搜寻器 Google 首页，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在这个视频，我哋教大家点样从零成本达至呢个目标。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嘅海量数据变化。所谓海量，丢出上传72个小时时间，我哋要三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将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几万，域名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。邮件服务器发出2亿封邮件，我哋点样可以喺呢个海量数据里面，让我哋嘅产品喺同行竞争上、竞争对手上遥遥领先，让我哋嘅产品喺全球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？我哋示范一个关键词俾大家 ：Mobile Corporation Corporate Payment Gift。呢度带出嚟嘅关联数据系2亿600万、2亿600万，我哋。排位里面我哋霸占咗5个，1、2、3、5。喺呢个自然排位里面个优势就好容易俾大家睇得到。我哋再翻去 Google 里面个 video 页面睇下，竞价广告多咗，但左边嘅自然排位俾我哋霸占晒，我哋翻得几个页面，情况一样冇变。第三页情况一样冇变，第四页。情况冇变，第五页情况冇变，就说明我哋今日讲嘅 media marketing 佢嘅优势。我哋今日讲嘅 media marketing 并非遥不可及，而系近在咫尺，大家嘅智能手机都可以拍到。另外，大家可以睇到 media marketing 嘅优势在于佢永久增加外联，加强你喺 Google 里面嘅排位权重，让你哋个排位。自然排位的首页机会增加了很多。大家再透过社区媒体分享你们的连接、你们的视频，让多些朋友去认识你们的品牌，加强你们的品牌知名度。大家今天所花的时间在这个 video marketing 里面都是可以找得出来。因为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， 它的优点在于它全方位展示你的产品的优势，加上语音导航，让你的产品更清晰展示在你的客人前面。在接下来的5月20日，我们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，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的，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载报名表报名参加。同时，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免费视频平台。所谓全球化，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。我们保证我们承诺，在大家的广告播出之前，我们绝不加插广告光源，让观众透过智能手机就可以直接观赏你的视频、你的广告。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任何咨询疑问的，大家不妨和我们联系一下。多谢大家。